呢個問題核心嘅。你一捧，你一捧。老板呢度。你一捧。三位。你一捧。欢迎。我们请观众前方，我们来一张全家福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还。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剪彩的仪式了，有请李毅小姐。请各位剪彩。像个丝带哈。请各位，请看正前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们看右手边。啊，他不用开脚，他状态很好啊。对，祝他早日脱光，脱离光棍节。今天正好。不用他，他自己就很行情好吧？不用我们介绍了吧？嗯。他们有设计款，可以把宝宝的照片放在那个手表里面，用珐琅彩固定住，然后可以有一个纪念，对。